夏佐，莎莉的情况怎么样？还是之前的样子，不过生命体征还算。你在网内的任务如何？夏佐，有一件要紧的事我想问你，莎莉以前有过一个叫做小空的朋友吗？小空？我对这个名字没印象，可能是我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导致的吧。哦，没什么。你来得正好，授权者。那个在极光实验中心爆炸的机器被称作原能反应器，还有新的数据特异点位置已经找到了。修德尔电子吗？是的，在那个年代他们是位列前茅的原能科技企业。还有你之前提到过的星岛护士莎莉口中的小空，我让艾文斯查了一下，亚夏星岛那边的人应该可以排除掉小空来自于星岛的可能性了。好，我知道了。授权者，收到来自星期山三安可小姐的消息。他们该不会又有了什么针对极光的计划吧？授权者要去修德尔电子寻找数据特异点，是否要假装没收到消息？研究员，你有收到我的消息吗？快来奥丁酒馆，灰狐的档案破解进度显示完成80%。我看到了，现在已经在去酒馆的路上了。好吧好吧，既然消息已经送到了，我接下来要去联络灰狐了。米娅，现在我们只能先去一下酒馆了，等看完那份档案。好的，奥丁酒馆导航路散。已到达目的地，天梭慢行持续为您服务。
都说过了呀，洛斯林要是发现闯极光的 Ace 就是我，我现在早就被抓起来了。太奇怪了，那么大的案子之后，治安管理局。我来了。嗯，怎么好像少了个人？他说最近遇到了点技术难题，要暂时闭关，让我。他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啦，在网络。哎，不过我猜啊，他就是和他家里那位讨人厌的老爹，或者爱啰嗦的大哥闹了什么家庭矛盾。这是什么青春期的叛逆少女吗？这种话在我们面前说说就好了，要是让灰狐听见，你背地还能不能说点正经事了？哦，对，极光工业危险又神秘的终极档案，南迪星期三最神秘城。不过现在破译只完成了85%，我们还要再耐心等等。研究员，我刚好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请教当然可以了。这件事很重要，请你务必仔细思考后再。我知道了，你想问些什么？那天极光工业27层实验室里爆炸的实验装置，你身为研究员。哦，当然知道，那是原能实验室必备的原能反应器，有了它才能连接换塔获取原能，进行各种各样的原能实验。不过极光工业没有原能实验许可，27层的实验室肯定是违法建设的，这或许也是原能反应器爆炸的原因。那你在开启折月门之前曾经操作了那台装置，你当时做了什么？就是给折月门充能啊，我说过的嘛，折月门启动需要足够的原能供应，你记得吧？只是充能？哎，事情都过去了，你现在问这个到底是想做什么？找到极光工业违法实验的把柄？不，是为了弄明白我的。之后你还会有面对这种实验装置的时候吗？我希望你能像上次一样对着那种实验装置。啊，这是什么意思？嘘，洛斯林来通讯了，先让我听听。暗河，你现在在哪里？是在奥丁酒馆吗？对啊，毕竟晚上才营业嘛，白天当然要抓紧时间好好打扫整理啦。那你现在不安全，你赶紧看，治安管理员马上就到，他们现在要动你，你快走。喂，洛斯林，你是进隧道了吗？通讯信号好差啊。洛斯林，发生什么事了？洛斯林听起来好像特别着急。我也不知道啊，估计进了隧道吧，我等等再联络他。现在先来尝尝本人秘制的新配方。巴格斯老板说过，如果我研究的配方通过考核，就可以正式摆在菜单上。这杯酒的名字叫做彩虹桥，里面加入了7种不同口味的饮品。我认为巴格斯是不能让这杯彩虹桥上菜单的，因为他说过奥丁酒馆不会有食品。有这么难喝吗？你们果然还在这里，刚刚通讯中断时我就觉得不对劲了，看来这附近的信号已经被切断了。安可威尔斯说局长已查明你们的底细，安排了特别行动小队来抓人，但实际上这是一场暗杀行动。我偷听到了威尔斯和几名警员讲话，他要求警员在抓捕的过程中趁乱杀掉你们所有人。洛斯林好了没啊？局长的行动小队马上就到星岛大厦了，要是被他们发现我们偷偷来截胡可就惨了。我知道了知道了，你再坚持下，没你帮忙我一个人没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好吧，最后2分钟，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我真的要走了。23片区初级警员洛斯林，警号 AS020640S， 在奥丁酒馆内发现极光案件嫌疑人星期三团伙，你们现在有权保持沉默。洛斯林，你都在说些什么啊？什么嫌疑人团伙的，我们这里可都是认真守法的好公民。你是指先后两次闯入极光工业绑架起落研究员，打伤数名保安和治安管理局警员，造成实验室爆炸的那种守法好公民？绑架？
天哪，就是最近新闻上播的那个犯罪团伙吗？那群叫星期三的人竟然还绑架了。被绑架的研究员现在就站在这里，如果不是被你们要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我说你究竟还想在我面前演多久？真拿我当小孩子一样骗吗？不要太小瞧亚校特别警员二位，上次在27层你身边这位女士想要朝我开枪，就是你阻拦了她。当时你的面具掉在地上，我把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陆思林，快点出来，他们马上要到了，实在不行你就放弃他吧。难道一个小贼比你的前途还重要吗？我已经看到他们的车灯了。真是可恶，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要好好骂你一顿，现在先跟我走，不然你真的会没命的没命的。你真的是来抓我的？究竟怎么回事啊？你还没明白吗？我现在唯一能保护你的方式就是先按照程序抓你归案，然后抢先将你带去23片区的警局保护起来。原来大姐头说的没错，你上次真的看见我了，可你为什么没有立即来抓我？如果维尔斯真想我死，你又为什么要来救我呢？所以你早就认出我是西格了。我竟然还以为自己一直瞒得好好的。罗斯林，对不起。我当然认出你了。等等，西格，你在说些什么？等等，你这不可能。不不不，你怎么会是？安可，现在可不是开这种玩笑的时候。如果我不是西格，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抓我？或者说为什么愿意和维尔斯对着干来救我？难道就为了不值一文的安可？安可怎么会不值一文呢？何况维尔斯叔叔他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知道了，你又在骗我，又在骗我了。你刚刚听到我要抓你，一时情急就决定假冒西格，想利用我的西格的感情骗我放过你，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绝不会。不是这样的，洛斯林，我真的是西格，你听我解释。当初你们这些狗屁童年好友重逢的戏码，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慢慢上演吧。正如小女警说的，有蟑螂爬进来了，酒馆的前后门已经被堵死，摄像头也被打坏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离开。怎么走？前后都被堵住了，难道要突围吗？监控里看得到来了多少人吗？3支小队45人，还带了许多无人机，你们不可能冲出去。想保命的话，就立刻在执法记录仪面前向我自首。你们是要案嫌疑人，我可以确保你们进入23片区有监控的独立监视，而且我会亲自保护你们。哼，洛斯林警员，可不要小瞧星期三啊。星期三的据点怎么可能蠢到只有2道门？安可，带路。明白，大姐头。洛斯林，对不起，我还有很重要的事，现在还不能被你关起来。你想好了？如果你现在和他走了，就要做一辈子逃犯了。还有，虽然我还没搞清楚威尔斯的事，但我确定他绝不会放过你们。这样啊，那我不仅要走，还要带你一起。你偷听了维尔斯的命令还敢来救我，如果被他知道，你肯定也会没命的。不会的，叔叔，维尔斯就算知道我，总之我相信他不至于。不会的，他不会杀我的。你这些话现在究竟是说给我听的，还是在说服你自己？依我看，你根本没法像从前那样信任他了吧。难道我就可以相信一而再再而三欺骗我的你吗？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就立刻听我的话去自首吧。我承认之前骗你是我不对，但我可以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骗你。洛斯林，跟我走好吗？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小时候的约。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束手投降，不要做无谓的抵抗。我不，不行不行，我是亚校州治安管理局的警员，将罪犯绳之以法是我的职责，无论是你还是维尔斯。没问题，你想抓我审我做什么都好，我都可以听你的，但我现在有件必须要做的事，保证你的安全。是闪光弹，快走。
暂时安全了，怎么样，还不赖吧？安可，明明是我抓你，怎么变成你靠我了？一时心急，理解一下嘛。你发现目标，别再让他们逃了。小心，罗斯林，研究员这边。可恶，大姐头，你们没事吧？有掩体在，暂时没事，但这么躲着不是办法。那我去吸引火力，你们趁机逃出去。你冷静点，现在出去就是送死。大姐头他们，安可，你们先走，我和研究员能逃出去。你甩掉他们，再找地方汇合。好，你们小心。先藏这两个，我打头，你跟住。好。身手不赖嘛，研究员。局长，两人逃往中心区，另外一个应该还在行道区。继续追，一个都别放过。是。可我们到时，罗斯林警官已经铐住了星期三医院。罗斯林，其他人照杀不误，但一定不能伤害到罗斯林。是。看来洛斯林说的没错，那位亚夏州治安管理局局长维尔斯是真的打算利用这次行动出星期三此前从来没有惹过这样级别的麻烦，这一切只能是因为极光工业的那份档案。对了，档案还在酒馆，在我这儿，离开酒馆时顺手拿上了，没想到这次 Ace 还真找到了极光的大把柄。大姐头，你没事吧？还有研究员，你们还好吗？我们没事。安可，你现在在哪儿？刚刚跑得太急了，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好，反正还在新岛区。我和洛斯林刚甩掉几个人，现在暂时安全。对了，我听到那些人说，他们不仅要杀了我们，还要拿回档案。洛斯林，你别扯我，很疼的。哎呀，那你倒是动一下呀，你只是打个通讯，在哪儿不能打。跟我去窗口，我要看看外边的情况。安可，我说你们俩不会还被手铐绑着呢吧？都怪安可，逃跑的路上竟然把钥匙弄丢了。哎呀，至少我们现在是安全的嘛，这种小细节就先别在意了，等回头再想办法砸开呗。砸开？这可是治安管理局申请过专利的手铐，不是过家家的玩具。真是气死我了。那我们再想办法嘛，你等我先问问档案的事。如果你收的档案是你们上次从极光实验中心偷走的那个，就必须停止破译。你们刚刚已经做了一次错误的选择，现在还要继续犯错吗？为什么？因为你们上当了，那份档案是路西斯伪造的，里面藏着定位追踪软件，所以我才会找到奥丁酒馆。威尔斯也是这样悄悄包围你们的。可上回灰狐说他已经解决了什么定位之类的，我没听懂，难道灰狐失败了？简单讲，你们中计了。第一层定位就是用来让你们识破的，这样你们才会放松警惕。伪造的档案才是真正的陷阱。
那我们至少还有一半真的档案啊。该死的，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联系不到回湖啊？我的手，你轻点成，好疼好疼。也就是说，我们先后偷过两次档案，只有第一次的是真档案。但灰狐既然说可以破译，我相信即使只有半份档案，也能破译出有用的信息。不过，另外半份假档案显然在帮助敌人找到我们。破译进度已经完成了90%，现在没工夫把档案拆开。所以 ，Ace， 我要暂时停止破译了。我明白的，大姐头。现在以大家的安全为重，在没联系上灰狐之前，就先听洛斯林的吧。你们早就该听我的了，如果之前你们肯跟我回警局，现在也不至于落到这种局面。尤其是你胆敢冒充西格的安可。洛斯林，我没有冒充西格啊。还有刚刚闪光弹都扔进来了，我总不能把你留在那儿被他们抓走吧。我说你的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我可是治安管理局的警员，就算我出现在那里也是为了抓犯人，他们抓我干嘛抓我干嘛。话虽如此，但你敢保证维尔斯那伙人也是这样想你的吗？洛斯林，安可的话也有道理，维尔斯那伙人实在太危险了，你真的相信维尔斯不会伤害你吗？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都会查清楚的，他和极光工业之间的勾当，还有他为什么要杀你们。维尔斯和极光工业的勾当，这可是大事，你先前怎么没说？安可，是显而易见吧，你招惹的从头到尾都是极光工业，可现在要杀你的却是维尔斯。既然如此，洛斯林，我们一起查吧。我想好了，这次行动名字就叫重逢的好友不变的默契 VS 超级恶棍俱乐部。我最后重申一遍，我是亚夏州治安管理局警员洛斯林，我的职责是将罪犯绳之以法，不是和你演什么侦探漫画的悬疑剧情。哎，可身是曲折隐姓埋名的侠盗，与拥有正义感却不得重用的警察，本来就是侦探漫画的经典组合啊。看来他们这段重逢戏码还要继续上演好一阵子了。档案破译已经暂停，会议终端也已经彻底关机了。安可和洛斯林现在被铐在一起，一时半会儿行动不便，你要是担心的话。四个人太引人注目更危险，既然他们暂时安全，就先让他们俩在那安静待着吧，说不定能趁机解开误会。至于我们俩，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去修德尔找你说的原能实验装置，再开一次遮月门。我们俩？为什么？我倒是不反对去修德尔电子，但你为什么要去？我说过了，我需要再看一次那台机器开启的瞬间。生研究员，你呀看到了通缉令，建议你们现在低调行事。通缉令，麻烦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小智仆，谢谢提醒，不过一个通缉令就想让我束手束脚。火药，我和一个小朋友要一起去修德尔的实验室一趟，你找人安排一下，我们老地方见。火药，一个旧时，走吧，他已经派人准备迎接我们了。等等，我刚刚好像还没答应你去修德尔电子吧。你是觉得我很喜欢征求别人的意见？好吧好吧，我区区一个研究员，打不过你也跑不过你，那就只能听命行事了，大姐头。嗯，还算乖巧懂事，放心吧，有我罩着你，保证你一根汗毛都不会少。所以你已经有进入修德尔电子的计划了？这种小事火药会去安排的。这算小事？那上次去极光的时候，你怎么不安排这个火药帮忙，反而让 Ace 来绑我？那是星期三的计划，而火药并不是星期三的人。但你说他是你的小弟啊。所以你是觉得我除了星期三不能认识其他任何人？只是我现在有点搞不明白一些人物关系。
他是地下帮派牙帮的人，而我之前帮了他们一些小忙。牙帮行事讲究江湖义气，所以现在如果我开口，牙帮一般都不会拒绝。竟然是地下帮派的人吗？而且都这个时候了，谁要是和我们牵扯，那不就是惹火上身？这个忙到底有多大？有好东西吗？运气不赖。老大，我真是想死你了。老大，别说没用的了。修德尔电子的情况，摸清了，摸清了。我这边有个外围成员，就搁修德尔那嘎、个，我这就把他叫过来。老大以及旁边的星期三的新成员，你竟然进入了星期三，老大，你代号什么的啊？等他来了，老大以及研究员老铁有啥？先等一下。话说，诺拉，你有没有发觉这一路上有些安静？就像当时星岛大厦的外围。嗯，研究员，你直觉敏锐程度几乎能媲美战斗人员了。没办法，火弹，我们被敌人发现了，你看看能不能叫点人把跟过来的警察给应付掉。好嘞。火弹？哼，还是俺、啊、看来你是刚进的星期三呀、啊、以后你就知道了，老大能记住的人名不多，我能被记对一半已经很荣幸。哎，有点急事，好好听着啊。牙帮现在怎么样？托老大的福，老红火了。兄弟们现在都干着正经营生，甭管是传统行业还是元能行业，都老有路子了。大伙都谨记老大的话，安安分分，从不伤害老百姓。其他帮派因为忌惮我们，现在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咋咋呼呼的了。哟呵，听起来似乎还不赖，有点飘起来了哈，火炮。哎呀，可不敢在老大面前嘚瑟。感觉火药和诺拉关系很好啊。那必须的，当初要不是老大帮牙帮报了仇，牙帮早散伙了，弟兄们现在也指不定啥样呢。不光这，老大还舍命帮我挡过一枪子儿，不然我哪还能有这条狗命？就这份情，咱一辈子都还不完啊。我连这条命都是老大给的，别说牙帮了，要我替老大死都行。挡了一颗枪子儿？那可不咋的，得亏老大一直随身带着那徽章救了老大一命，不然我得内疚一辈子。这人就是布莱特了，老大有啥想问的问他就行。老大？哦哦，好，几位有什么需要问的
原能反应器修德尔有吗？我们需要到修德尔放有。原能反应器啊，有。修德尔电子毕竟是艾达前十的原能科技公司，原能反应器还是有的。不过，因为联邦中枢的原能实验禁止法案，所有原能实验想要启动，而在使用原能反应器这块，因为审批迟迟没下来，修德尔电子的原能反应器也已经好几年没有启用了。布莱特先生不妨推荐一个地方，我和他的情况有点特殊，眼下修德尔圆环或许能满足两位的要求。啊，这是修德尔电子建造的大型原能实验室，进入修德尔圆环的密钥我自己就能造，而且最近进入设施维护期。那我们就把目标定在修德尔圆环。喂，老大，好像有条子过来了，我去附近摸一下情况。布莱特，你小心点。算了，我同你一块去吧。我跟老大哥跟前看了一下子，咱好像又被发现了，条子有点多呀，围了好几层了。哎呀，看样子想在这儿就把咱给全逮着，咱得赶紧走，不走不行了。老大，真对不住啊，进修道圆环这事儿。不用说这些套话，我们赶紧走。我知道有处出口，几位请跟我来。别怪我。要追上了，还差得远呢。搞定。该死。怎么还有诺拉子弹？还没完呢。来了。我的心脏啊。治安管理局的人应该不会跟上来了，很快他们又会出现的，像之前一样。到了不得不处理的时候了。火箭，我有个方案发给你，你现在在路上消化一下。好嘞。明白了，我这就同步给弟兄们，正好咱找个地儿，大伙一块商量商量。这是我老大，你们跟我一块叫就行。啊，老大，啊，这什么这？你们这些个没眼力劲儿的！老大好，老大好。
老大、老板，按照你们的想法，兄弟们已经就位了，这一次一定在街区搞一波大的，这样那当官的就没更。你的意思是，牙帮负责在街区制造骚乱，分散警方的警力？没错，我准备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区分警局中的人。按照那个小女，有他们在，我们会很麻烦。我们犯不着去和整个治安管理局对抗，在警备人员人手不足，我要他们的动静，一定会惊动警方的情况下，如果能把这批人处理掉，毫无疑问，我们的麻烦就能少很多。这样我们的麻烦就能暂时解除，给行动争取空间。那不能，我让弟兄们装成是为此挨打的人了，毕竟政府也不会拿为此挨打咋地。嗯，没问题就行，做隐秘一点。哎，等等等等，我叫的都是熟手。那就开始吧。得嘞，好久没像现在这样似的跟老大一块干上一票了。我们就在这里对付威尔斯的心腹吧，该让那些狗腿子上套了。研究员，你的小侄仆应该可以做到吧？可以。米娅，和治安管理局报告我们的踪迹吧。米娅正在执行通讯伪装程序，调取相关语言库已完成。喂，是警察吗？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我在商业街这里发现了星期三。好的，你报告指挥中心。你们要赶紧过来呀，我帮你们看好他们，但是我很害怕。好的，我们会尽快，请您注意安全，治安管理局会保护好每一位守法的公民。干得漂亮，米娅。我们就静静等待猎物上钩吧。好像发现星期三了，眼下人手不够，我们专案组的人过去就行。好，有需要及时呼叫。也是烦人，各种糟心事一块撞上。嗯。哼，还真的是你们，威尔斯局长。人已经找到了。嗯，明白。看这些通讯终端上的信息，可以确定他们确实是维尔斯派来对付我们的人。用他们的终端给治安管理局传递虚假的信息，我们的麻烦应该就能告一段落了。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我给火药打个电话。火药，我这边的事情解决了，辛苦了。老大安全就好，牙帮的事我能安排好，你们再有什么要帮忙的，没问题。哎，有个新通讯进来了，我先挂了。我的大姐头，你们还好吗？洛
司令刚刚说你们的通缉令被撤下了，治安管理局内部公告显示你们已经被捕了。我们没事，那是我和小研究员用刚刚到手的警员终端发布的假消息。倒是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谁叫有些人胆子大到不要命啊，不要命！明明已经上了通缉令，还要不知好歹的去闯极光工业。哎呀，还不是你一直说自己想赶紧查清真相。极光工业不仅有你需要的证据，还有能打破手铐的安防机器人，一举两得嘛。原来这就是你出发请柬招来十几个无人机和保安差点被人一枪打死的理由。什么？你们受伤了吗？放心放心，还好有刀子嘴豆腐心的洛斯林在，及时救了我。我们刚好借着内箱解开了手铐，这就叫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说来你刚刚救下我的样子真是英勇极了，洛斯林。而且你当时喊了我西格，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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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这是和好了？和什么好？我不是做了任何警员都会做的事，为了确保犯人接受法官的审判，保护犯人的安全。啊，错错错错错！洛斯林，你不愧是警校优秀毕业生，我错了，我错了，真的痛！刚刚躲枪的时候，人家狠狠撞在墙角了。哼，要不是为了解开手铐，还有查清威尔斯和极光工业之间的勾当，我才不会陪你冒险呢，才不会呢！既然你们没死，我先挂了，我还要去修德尔一趟。等等等等，大姐头，你怎么忽然要去修德尔？不是说好了要对付极光工业吗？我有些自己的事要处理，等处理好了，我会和研究员一起去找你们。现在外面危险，你行事记得低调点，不要拖大。我知道了，那你们也要小心点。我和洛斯林去找个安全的汇合点，回头发给你。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去修德尔。嗯。确实如布莱特所说，修德尔圆环因为进入设施维护期，不像是有人的样子。不一定，我刚看了一下这里的人员登记册，有人只有签到登记却没有签退登记，说不定人就在下层。我们再多摸清一些这里的情况，找到通往地下一层的通道后就下去吧。做好下层有人的准备，注意隐蔽，最好能够悄悄接近原能反应器，不惊动设施里的人，免得麻烦。
诺拉，是这里吗？通往地下一层的应急通道。看来就是了，走吧。记得小心隐蔽，别惊动里面的人。光线慢慢变暗了，怎么不开灯呢？如果楼下有人在的话，为什么？小心危险。这些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实验室培养的生物兵器？为什么这里出现了异化人？难道这里爆发了元能瘟疫吗？该死，没有抑制器。但为什么我以及诺拉目前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的情况？实验室发生了什么？找到了，元能反应器就在这里。不知道盘踞在周围的怪物之后会做出什么举动，研究员抓紧时间吧。没想到数据特异点又一次出现在这个机器上，难道两者存在关联？什么？没什么，那我开始了。嗯，这次准备消失多久？上次安可还以为你要丢下我们不管了。怎么会？应该不会很久，马上就会回来。因为折月门的折月锚点设置会将我传送到目标地点，所以我会消失。哼，行，我会帮你守好这里。虽然那些怪物威胁性并不大，但是对于实验设施的破坏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你放心的做吧。哈罗蒂，我在了。嗯，这一次情况不同以往，在你的附近区域检测到了异病毒体的信号了。嗯，我看到有很多正在攻击防火墙的黑紫色虫形怪物，那些就是异病毒体了吗？确实是呈现一边倒的局势，防火墙无力抵抗异病毒体的攻击。嗯，那些就是异病毒体，依照你那边回传过来的结果显示，控制塔应该是被污染了。我已经在你的授权者终端植入了临时性的杀毒程序，目前的你应该足以和他们抗衡。试着清除他们，清除掉这些异病毒体后，尝试前往控制塔，恢复控制塔到未被感染前的状态吧。
明白。莎莉，莎莉，执行者，莎莉，你真的是莎莉吗？嗯，是我，总算见到你了，执行者。对了，超母的坐标有收到吗？战斗结果如何？有没有受伤？大家后来怎么样了？放心吧，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大家都平安无事。倒是你，我找了你好久。我也一直在找你，你刚进格网时我还联络过你，可惜只维持了一小会儿。那之后我一直没机会再和你联络。原来我被绑架的那次真的是你。对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刚刚那个他不是我，是此前潜藏在奈美西斯躯体中的另一个存在，裂空，也就是我上次和你说过的小空。看来克拉瑞尔博士说的没错，过去那个疯狂的奈美西斯从未消失。这个裂空太危险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尽快救你出来？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小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和你一样也在对抗那些怪物。可上次他明明攻击了我。我知道这件事，但你相信我，那不是小空的本意。我不知道怎么说明白，总之我和小空之间有些奇怪的联系。自打我们来到这里后，小空就很不对劲，他听不见任何我说的话。我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异常对他的影响越来越深。裂空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先带你离开这里要紧。我出不去的，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很浅，但我清楚地感知到因为小空的原因我被困在这里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请你帮帮他。如今你成为了授权者，这份力量一定可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不试试怎么知道，利用控制塔没准可以。你一定要相信。莎莉，莎莉，我是裂空，你不该在这里。诺拉，你没事吧？不碍事，只是因为看见你启动原能反应器消失后，像上次一样有了点反应。刚才怪物发现了这边的动静，有包围上来的势头。不过正当我准备大打一场的时候，那些怪物却突然变成了人，倒在了地上。我查看了他们的情况，生命体征很稳定，只是晕了过去，应该很快就能醒来。这些怪物都是人变的吗？等下，你是说怪物变回了人？嗯，没错，我亲眼所见。变回了人？先不纠结这些，我这里显示档案的破译有进展了。你不好奇让我们落入这般田地的东西里面写着什么吗？哦，看一看又如何？可以将档案的数据导入我的数据终端，我们一探究竟。重塑现实，重塑现实。不要，不要，为什么，为什么？诺拉，你怎么了？这个徽章是档案里出现的图案，弹痕，这是火药说的那枚徽章。诺拉，我记起来了，另一枚弹痕，
我曾经参加过一场战斗，很血腥的战斗，几乎所有人都死了。另一枚弹痕，战斗，你在说些什么？记不清，只有一些画面，到处都是尸体，出不去，没有任何路，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好害怕。冷静一点，诺拉，别怕，我在这里。慢慢说，别怕。我在那场战斗里，敌人挡下了一枚子弹。可火药说，等等，两枚弹痕。你能记起这枚徽章代表什么吗？头好痛，记不起来了。但我想，只要找到徽章的意义，一切都能解开。真的想不起来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先别想了，你看起来很痛苦。诺拉，诺拉、放轻松，深呼吸，你现在很安全。谢谢你，研究员。让我再看一眼档案。你确定？好，给。在看见这些字眼的时候，我沉寂的脑海就如同翻涌的浪潮一样。这份档案事关我的过去，它一定能帮助我找到我那尘封的往事。它和元能反应器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这么多年的调查终于有了眉目，我想弄清楚档案里的每一个字，以及这个徽章到底是什么，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诺拉，研究员，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已经忘了很重要的事，我想知道过去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做着什么。诺拉，我完全明白失去记忆是多么痛苦的事，也知道你找回记忆的渴望有多么急迫，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恐怕你在启动原能反应器后能从这个世界短暂消失，面对实验室怪物时反应平静，还拥有不同寻常的战斗能力与敏锐直觉，我早就看出你不是普通的海加德研究员。我不在乎你来亚夏的真实目的，但只要你愿意帮我，无论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只要你不会伤害到星期三的大家，我就会无条件帮助你。可是我……好，我答应帮你。好，谢谢你。
总算出来了，疼得我腰都疼了。诺拉是吧？边上这个，等我看看通缉令。哦，想起来了，捉迷藏玩够了，乖乖跟我走吧，别逼我动粗。真是阴魂不散。动粗确实是我最喜欢的解决办法。这两位是我的犯人，你不能带走。梅丽尔，你认识我？你谁啊？我警告你，妨碍治安管理局执行公务可是要。联邦中枢特派员梅丽尔，你可以先去核实我的身份，这两人现在由我接手，你们可以走了。局长，来了个叫梅丽尔的，说自己是什么联邦探员，要把人带走。是。撤。梅丽尔探员，局长说欢迎你来到亚夏，他在州治安管理局等着接待您。你们的朋友。大姐头，大姐头，是我，是我，你还好吗？安可，你被他抓了，我警告你没，你如果不想成为死人，就立刻放了他。诺拉小姐，我叫梅丽尔，你的威胁我收到了，但请你放心，他们现在是安全的。大姐头，你误会了，这位梅丽尔探员是个好人，他救了我和洛斯林，我们现在很安全。具体的过程有些复杂，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你和研究员先来和我们会合吧。先说到这吧，洛斯林还在生我的气呢，我先挂了。等等，安可。诺拉，我也认为我们可以相信这位梅丽尔探员，他的弟弟维克多是海加德的研究员，也算是我的熟人。你认识维克多？啊，我们在海加德的学术会议上见过几面，这种程度的熟人可能他没和你提起过吧。梅丽尔小姐请放心，我们并不想和你起冲突。我也只是在做该做的事，走吧。洛斯林，你在对我笑一笑吗？以前他们欺负你喊你人鱼公主的时候，你明明每次都会被我逗笑的。够了，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已经够烦到了够烦了，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我就是看你烦心才想着哄你开心嘛，这怎么会是没有意义呢？洛斯林的心情
对我可是很重要的。我确实有过一位会帮我解围逗我开心的好朋友西格，但不巧的是他早就去世了。你到底要怎样才愿意承认我是西格吗？我都解释过了，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是有苦衷吗？我认识的西格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和我说明白，因为他相信我能够理解他，帮助他。可你那时上了警校，前途光明，我却成了被仇家追杀的孤儿。我只是不想连累你。你凭什么觉得你会连累我？还有之前也是，你觉得我只要知道安可是 Ace 就一定会立刻抓走安可。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为了破案不择手段，为了前途不顾朋友的人吗？当然不是啦，你是我最最信任的挚友，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希望你过上最好的人生，而那样的你身边不该有如今的我。真是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再说了，一句都不想。洛斯林，那个，好久不见。研究员，大姐头，终于见到你们俩了。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快让我看看。我们没事，虽然一路上麻烦重重，但好在运气不错，都有平安解决。安可小姐，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到了，现在请你按照约定把049档案交出来吧。不愧是来自联邦中枢的特派探员，确实有点本事嘛。约定049档案？安可，你和他之间？哦，是这样的，我和洛斯林因为闯极光的事又被那伙警员盯上了，幸好这位梅利尔探员及时出现，我们才能成功逃脱。后来我就和他约定，只要他保证你们安全回酒馆，我就把那份从极光偷来的档案交给他。不行。别啊大姐头，你听我说，那份档案是我搞错了，那不是极光的，而是极光私自偷走的一份联邦档案。这位梅利尔探员就是联邦专门派来追回失窃档案的，他拿到档案后会利用他的权限正式撤销我们的通缉令。不行。诺拉小姐，我重申一遍，049档案是极光工业窃取联邦机密的关键罪证，所以只要把它交给我，我不仅可以撤销通缉令，还能以窃密的罪名帮你们扳倒极光工业。麦丽，我也重申一遍，不行。梅丽尔探员，你先听我说。梅丽尔探员，这份档案能否先保留在我手上？其中事关海加德与利塞茨雅家族的机密。有话直说。这个内情比较复杂，请你给我些时间，这件事我还要和我要先和我的科研导师肯尼联络请示一下。绮罗哲跃门技术团队的领导者肯尼。当然不光是他，但我作为研究员只能联络到他而已。总之麻烦你等等，就算是看在我们第四分区的面子上，拜托了。好吧，一晚时间。谢谢。差点忘了你是绮罗人，你来亚夏真的只是参加极光的会议。我现在难道不是星期三的一员吗？只是几句话我就失去了你的信任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直觉在提醒我，这一切的背后绝不简单。我理解，但我刚刚说的只是借口罢了。我知道你不想把档案交出去，但我们现在还在被维尔斯追杀，需要他的保护。不过一晚时间你真的有办法？这就是我的事情啦，请你相信我，我一定有办法保证档案留在我们这边。我毕竟是海加德的人，自然有海加德的办法。具体的嘛，劳埃德怎么说的来着？商业机密。好吧，小心行事，安全第一。Thank you.
找我有什么事？049档案，虽然有些复杂，但也让我记起了一些事。你知道049档案？嗯，我记得这项任务。当时档案成功回收，窃贼也成功落网。所以049档案记录的，真的是联邦的第二次时空回溯计划。回溯？我没看过049档案。不过。不过什么？它应该与原能实验有关。我在联邦做探员时，接触过许多机密。而海加德那边，你想到什么了？那时联邦和海加德都不太平，049那么高的保密级别，我直觉上怀疑过是海加德的实验出了问题。那你后来查出什么了吗？我那时很信任联邦，相信只要成功回收档案，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想想，那里面只能是原能瘟疫吧。我大概想到说服另一个你的办法了，但我还需要一些细节，让我的话更可信。譬如你在海加德的熟人什么的。过去起落原能实验的总负责人叫海伦娜贝沙德，她是我母亲的大学同学，起落州立大学的终身教授。我和维克多能回到海加德，都要多亏了她。对了，一个额外的请求，请提醒那个我，记得补上给海伦娜的生日礼物。我当时忙于工作疏忽了，结果就再也……因为大灾变，我明白。我会的。谢谢你了，梅丽尔，帮了大忙了。不客气。有好东西吗？本次行程已结束，祝您旅程愉快。洛斯林，我错了，我不会再逼你喊我西格了。
你就理理我吧。等我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我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维尔斯和极光工业之间的全部秘密，这个是我最擅长的事情了。然后你是想把我抓进监狱也好，调查清楚我的档案秘密也好，还是想知道什么都可以，我全部都会配合的。梅丽尔，这里人比较多，不如换个地方吧。好。海伦娜·贝沙德教授托我向你转达几句话。 O49 档案记录的并不是普通的实验室事故，牵涉的事与人远超所有人想象。他想弄明白这一切，但出于安全原因不希望被人知道，尤其是联邦的人，所以他想拜托你暂时拖延一下时间。这种请求不是他的作风。正是因为事情太过严重，他才不得不破例用这种方式请你帮忙。哦，他还说让你记得补上给他的生日礼物。生日？我知道了，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鉴于目前的档案只有一半是真的，我现在可以答应你暂时将档案交给你来保管，你想破译或者是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但是等我找回另外一半 O49 档案后，你必须归还档案。还有，无论 O49 档案里有什么内容，我不想知道。当然，谢谢你了，梅丽尔。今天的对话，以后见面不要再提起了。没问题。我已经和梅丽尔商量过了，在他找回另外半份 O49 档案前，我们可以暂时保管现有的档案。尊贵海加德的秘密交易，挖苦人是灰狐的台词才对，何况我不过是给海加德跑腿罢了，算不得什么尊贵。总之现在档案暂时可以留在我们手里，你如果想继续破译恐怕得去找灰狐了吧。嗯，还好他在家里钻研黑客技术，阴差阳错躲过这次风波。事情还没了结，你们还不能走。什么意思？你们今天被治安管理局的警员追杀，而这位洛斯林警员也进一步证明了局长维尔斯的立场。梅丽尔探员，关于维尔斯的事情，在没有集齐证据前，我希望你不要轻易下结论。审判是法庭的事，我只负责执行任务，但我现在无法信任这位维尔斯。哼，你虽然是联邦探员，但缺少了治安管理局局长的命令，你在亚夏根本无法调动任何警力配合你的行动，对吧？是的，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当然没问题，对付极光工业怎么能少得了我们星期三呢？我也可以帮忙。在威尔斯眼里，我一再违背他的命令都是因为太过执着于亲手逮捕 Ace， 所以你要回去警局，利用你和威尔斯的关系收集证据查明一切，对吧？没错。有的人或许已经忘记了儿时的诺言，但我还没有。我会用正确的方式执行正义，你不要想着阻止。我不会的，我只是希望你注意安全，毕竟我还等着你将我绳之以法呢。放心，我说到做到。安可，你距离达到极光的目标已经很近了，我也没有更多要教你的东西了。大姐头，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从一来到这里就奇奇怪怪的。今天我刚好记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或许。安可，大姐头，研究员，有没有谁在呀？灰狐。大姐头，太好了，总算联系上你们了。灰狐，你怎么声音断断续续的？都怪我一时大意，现在被混蛋老头关起来了。灰狐，好像通讯中断了。他刚刚说的混蛋老头是……糟了，灰狐肯定是被露西斯抓住了。大姐头，干涉我召的人，路西法是吧？是路西斯。看来大家接下来的目标变得非常一致了。叔叔，对不
系，我今天是不是破坏了你的计划？洛斯林，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我真是太傻了，竟然被星期三那伙骗子耍得团团转。我今天本来是去抓人的，可没想到我一时疏忽，竟然被那个 S 给反手制住，还差点被他当成人质挟持起来。我真是太天真了，简直把你和警局的脸都丢光了。好了好了，把眼泪忍回去，治安管理局的警员怎么能轻易掉眼泪啊？你先回家休息吧，放个长假，调整调整再执勤。我不想休息，犯罪分子还在逍遥法外，我怎么能休息呢？听话，今天闹得太大了，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忙，先不说了。哎，我说，这个小女警真是块演戏的料啊。她虽然各方面表现优异，但一直还没脱去学生气，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究竟是我把她想复杂了，还是你把她想简单了？嗯？够了，你与其想这些，还不如先关心下那位联邦中枢来的梅利尔探员。能惊动联邦中枢的人，什么事就不用我说了吧。哼，联邦中枢好大的威风啊。要我看，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些碍眼的一次性解决个干净。都说了洛斯林和他们没关系，你要是敢动他。怎么不敢？我看你这几年除了年纪什么都没长，脑子也不灵光了，手脚也不利索了，最重要的是心比以前软太多了。你当年那可是朝气蓬勃，喊了那么多年的大哥，说杀就杀。哎，还是年轻人好啊，便宜听话又好用。我们的合作从今天开始终止吧。哼，别告诉我你想找阿斯拉达，他可不是什么软柿子。哎，蠢货，你才是这些年出了年纪什么都没长，脑子和以前一样不灵光，做什么就只知道杀杀杀。嗯，确实是该终止合作了。不过帮过你那么多忙，你难道不应该回馈一二吗？洛斯林说自己是去抓犯人的，可实际恐怕是对我起疑心了，他肯定是不会真的休息的。不如，这么一来，人证物证俱全，阿斯拉达这种聪明人会想清楚该帮谁的。授权者，情况如何？见到奈美西斯了吗？就如你所言。奈美西斯就是星岛护士沙利口中的小空，两者现在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他消灭了疫病毒体，从疫病毒体的手中夺回了控制他，目的是为了拯救格索托斯网络系统。如果是如他所说，那么疫病毒体的源头就并不是他。那到底是谁在格索托斯网络中植入了疫病毒体？而且黑紫色沙粒身上的能量波动已经验证了确实与疫病毒体同源。我相信你说的话，但我并不能相信你口中那个星岛护士沙粒的一面之词。就如同我之前所说，当前的信息远远不足，对于奈美西斯的特性也是。
或许这只是奈美西斯所做的伪装，目的是欺骗你我，让海加德对事态做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影响行动。毕竟此前他长时间潜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入侵了格索托斯网络，酿成了这样的局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词汇是可以被定义的，星岛护士沙利口中的拯救格索托斯网络系统，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拯救吗？以你看来，这个奈美西斯或者叫做裂空的个体是值得信任的存在吗？我相信他，毕竟我亲眼目睹他在底层世界中帮着我消灭疫病毒体。至少在这件事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或许存在将他争取到我们这边的可能。我无法判断你说的对错，眼下只有你接着深入调查下去才能给我们带来答案。不过目前的调查情况还算乐观，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此前我们并不了解的信息了，包括你说的表层世界出现异化现象，将疫病毒体清除后异化现象随之消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里面涉及到的系统功能逻辑我会去分析，说不定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疫病毒体的特性。如果能借此制作出相应的杀毒程序，那么毫无疑问事情就能得到解决。但是现实中呢？真实历史中的异化现象又是什么样呢？帕罗蒂，隔网世界确实是真实的复刻了历史上的爱达世界，对吧？没错。我发现了一份很奇怪的资料。什么奇怪的资料？资料似乎表明，那时候的联邦政府为了应对某种灾难，制定了代号为重塑现实的计划。重塑现实？我没有任何印象。单从字面上去理解，重塑现实，具备这种能力的除了元能，应该没有别的事物能够做到。能够实现对现实进行重塑的，难道是第二次时空回溯？我竟然是接触到了第二次时空回溯的东西吗？修德尔圆环中爆发的元能瘟疫，到底是原本就存在，还是因为疫病毒体的出现才导致的？历史上的这个时刻，元能瘟疫应该已经出现了。围绕着大灾变，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资料的缺失，事实上都成了未定的谜团。人们只知道，那个无能不负责任的联邦，不仅坐视原能瘟疫的发生，还最终粗暴地做出了进行时空回溯的决定，希望借此将世界倒推到原能瘟疫还未出现的时间点。而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更大的灾难发生，大灾变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一度处在了崩毁的边缘，无数的人在其中丢掉了性命。大灾变是不是即将要发生在这个爱达世界了？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确实是。不过你不用担心，纵然届时大灾变发生，但你毕竟是进入那个虚拟世界的外来者，我会确保你的安全，让你能在其中无事。嗯，到时候就麻烦你了。